个球最后一秒的出手，有球质是压迫感十足啊，威压感十足。哇，右边投，哇，来得好快，王维林接到球之后马上送篮得分，里面还是有，应该做一个勾射啊。哇吼，尤可欣投进了一个三分，便挡进去，真的勾了，球进！哇，换桌。来看一下这一球，哇，哦，是黄书成啊，能更正一下，黄书成真的有在防止、防堵对方的快攻哦。而且我觉得比他们在预赛打的时候认真多了。是。如果篮吧，张启芳补一个火锅。哇，王威林，女篮球员练凤毛麟角，在中国大陆可能你走路都撞都会撞到180的女生，对，我说把他们已经把阵地战了，阵势布好了之后就拿，哇，张启芳出手得分，他开耶，我应该说两队的分数都不是太高，嗯，哦，这边一个开后门，有可，哇，要清开空间，他单打吗？侯书成急停出手，球进！好球，这个球是有难度的。对方，哇，侯书成得到了有六分呢。哇，不过马上很快的还以颜色，刘希烨就是变成台北市教育大学，然后后来跟北体合并，才叫做台北市大学。那如果把他们在前身的，不错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。就说都差不多可以在前四，没错，前六毕业的学生很多都是到北师大哦。那现在他们的教练也开放了，所以现在的洪湘平在高位拿球，自己进去喽，左手上篮得分，179公分，大四的球员张启芳三分球空心，防守离太远了，是啊，哦，彭世勤就是这个学校的。那一年呢，他还拿到了UBA 的最佳五人。他也是去大陆打球，他这一趟回来的话是要代表国光，嗯哼，因为他读应该是研究所的。对，台师大这边还有12号的苏子廷，哇哦，杀进去传出来，哎，不过北师博爱这边要能够守得住啊，他们现在是可以得分，但是也让台师大。不到10秒，有时候假动作是多做了，有没有？对，哇，这个球打板进，拉来，这个板板拉，在人家头顶的抓篮板球，哇，刘希烨，还自己在出了，给他的空间很大，嗯，哇，这个球进算了，进算 N1，陈轩宇。哇，关门都没有关紧。对，刘希烨这个球短了，进攻篮板抓到啊！哇，非常努力，自己出手没有买到犯规。哇，李小平又把球救回来，黄昌平把球放进。哇，这几分都是李小平。哇，王维林这个高举高打。刚刚讲的高举高打，我觉得非常的，我们队球员这样长传，哦，便挡进去，那个球进算 N1，黄书成面跑跳能力很好，是，黄书，哇，直接发到禁区，没有机会传出来，李小平一个大空档，外线出手得分，哇，这场比赛呢，上半场。台师大把分数呢拉开了，哇，刘希烨是，哇，又在外中，就突然膝盖受伤了，就停顿了一下。哇，刘希烨这个球进算 N1，这就是社会主有做重量训练的结果。出去，啊，就是制造出空间啊，对。哇，这样就过了，这样就进了。下半场就看他了，是刘希烨得的。哇，这个真的像跑篮一样，陈念宇法拉利的，哇，直接被火锅后没有跳就把它盖下来，开明抓得很好，一个打一种，换他们来快攻了，哎，哇，
哦，我来得好快啊，法拉利陈彦宇。球太打板进，陈彦宇。哦，给小球，好球！黄舒成的助攻给刘毅，给小球比较好。哇，这边黄湘婷回来就觉得很可爱。哇，躲避球没有砸中黄湘婷。哇，这边陈彦，哦，刘毅文，还有打板进，没错。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被裁定零比二十输球。之外啦，其实国外输了这一输给台体大，输给了后面的这个排名的队伍。那除此队来进来打哦，对，我下一届104学年度的，好像就要只能报一队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。那只是说，你这个学校现在既然是变成一个学校了，你还派两队来，那其他就是说四名以外的球队就是要打一个循环啊。这样可能会精彩度会更好一点。嗯，这个名次会是最不理想的，就是了。不管他有没有进入，他明年有，他来领军，就一支叫做北师大学的女篮队不一定。你上场多点时间了，也可以上一下电视。是啊，所以我刚刚特别有念了，正义校区的队伍都要遇到。两个大魔王级的队伍，他们也有，他们是前年吧。好的，我不是说前四强就都这四队嘛，哦，但是98学年度佛光也跟北师国外一起。哇，哦，好球！这个设计的战术有了，可惜刘毅文没有放进。哎呦，不过后面呢补了一下，这个往前传。这位同学没有回去防守。那万一切没有盯住有可心，哇，好啊，其实真的一号球员就还是要小资的，比较灵活嘛。哇哦，换他们快攻了。秒，我的看这个看多少比零是吧？对不对？可以，哇，再进。资质不一样，所以有的人就是天生的适合打球。哎，开壶了。然后那一年第五名是佛光，第六名是教育大四强。哇，好拼啊！哦，这个球有了！哇，这个出手距离有可惜。现在看他们都全场上来了。我有自己投自己抢。自己把球在空中给放出来。那现在那个张启芳就会还是稍微慢一点。张启芳对哦，他今天。哎，又让他们看这种，就是又让他快攻了，回防太慢。台师大是领先到37分，和最后只赢16分了，当然是第四节配上了。